放那个那个屏风的屏幕的机子会，这样很 live 的 ，live 很好，这边都是屏风，都是我睇做嘢啦，都睇啦，睇睇做。唔系阿 Sir， 因为呢我希望呢我都体谅佢，都唔容易嘅，系咪？我都有兄弟姊妹。但是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大讲嘢嘅，他又知道他自己的位置，不是那些心痛，我心痛啦，又亏单未过，我真系悭起嗰架单车300几蚊，因为之前系佢让我买一对嘅350蚊嘅，后屘锁住两天俾人偷咗，摆喺度，所以我今日经过啦，我呢就系、是、买电话卡，跟住呢我先行过呢度嘅，今日两部单车摆喺度，我问下几钱，350蚊。葵涌啊！呢個嘢真係發生咩事啊？你點解報警啊？佢好似又拗咁話5蚊隻碟啊，跟住講講下又話要退翻錢，退翻錢又話買單車買單車，跟住又話要退翻錢，又話要換第二架單車。唉、哎，都唔知佢搞乜鬼嘢，喺搞嗰種。佢精神病嘅大陸人嚟㗎，喺葵涌醫院嘅，見過佢啊。精神病人嚟㗎，我覺得。黐線嘅，你下次唔好再。哦，葵涌醫院見過嘅呢、這個原來。我見過，以前我喺復診嘅時候見過嘅。哦原來葵涌醫院嘅，唔該啫。你放佢一馬啦，精神病。唔係唔幫佢啊，係佢睇佢報佢報警啊。佢報警做咩啊？佢做咩啊？佢話你詐騙佢啊。係啊，又話無端端又話有。佢屈你啊！即係佢屈你，佢而家報警喎、啊！你睇幾多人？係啊，成日都知咩事啊！佢個樣係精神病人嚟嘅，你睇下，黐線嘅。我真係葵涌醫院見過佢兩次啊，復診嘅時候見過。係、哎、真係。有真有假，唔係傻啊，黐嘅識。唔係有啲真有啲假嘅，有啲為咗攞，因為你精神病人可以攞3600啊一個月。哦。要兩個醫生證明你係精神病，就可以攞5000蚊啊。哦，呢個我傷殘嘅喎，當佢係啊。我都知啦，我揀唔乜嘢啊，連鎖咁。咁樣而家點決定啊，阿 Sir？阿 Sir 點決定？咁阿 Sir 會自己處理啊！我唔明認，我哋賣喺度做緊生意，都唔知搞乜鬼。我仲想揾時間喎，我係咯。八婆嚟噶。我丟啦先，我丟。咁點算啊？而家點處理？阿 Sir 處理噶啦。唔係你處理啊！阿 Sir 處理，因為佢報警啊。佢報警啊！但係呢啲嘢做生意，使唔使警察咧？商業糾紛。佢報警冇咁控制啊！佢報警啊，因為佢會有問題。因為佢報警有問題。1981年2月9日做，係啊！而家佢當嗰啲咧唔係差人啊，超人啊，直頭係乜都要你嘅，黐鳩線。啲撚都精神病都街喎，通街精神病。我都情緒病啊，成日真係幾單嘅啊！佢大陸移民過嚟啊，廣東大陸人嚟嘅，真係大撚曬啊！嫁咗一個67幾歲老公啊！佢老公七十幾歲，聽佢點？咁都好啊，真係。